小刀是指刀锋在六至八厘米以内的刀，超过这个长度的刀就不适宜使用的了。使用小刀的时候要留意身边的人，不要让他们太接近自己，同埋注意刀尖千祈唔好指向自己或者系其他人。要好好保养把刀，用完之后要即刻清洁同埋抹干，再将刀放返入刀套里面。而家常用的接刀多数是附有多种工具的万用刀，在使用的时候有几点要留意的。使用万用刀的时候要留意身边的人，不要让他们太接近自己，同埋注意刀尖同埋配件的尖锋千祈不要指向自己或者是其他人。选用万用刀要选择合适的配件，同埋要熟悉各项配件的用途，在同一时间之内应该只是使用一个配件。要熟悉安全掣的操作，不要勉强打开或者接埋万用刀。要好好保养万用刀，用完之后要将配件清洁抹干和接埋。另外要定期在转动的地方加上润滑油。